维持通行以及卫生道路救援需求能够继续维持就可以。那整个灾后重建的建设有公司 NGO 团体一起合作，政府部门呢在重建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订定特别条例法规松绑简化整个法规作为成立。以前要盖一个社区开发可能要花个一年的这个申请，两年的申请都可能做不出来，但是在这一次家园重建的部分没有几个月，一两个月就完成这个开发的许可，那么在四五个月里面就完成一个基地的新建开发，可以说是非常快速那民间团体呢负责这个社会的捐赠那么来盖永久屋来赠送长期的住宅，所以有这么多个单位大概有二十几个单位的民间团体来救助。那政府在这一次呢做一些公共设施道路水电下水道设施提供给民众那 NGO 团体呢就盖房子赠送给民众。那莫拉克重建的这些社区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彩虹永续的社区那么永久屋的基地呢对于帮助他们就学、社区营造、就业以及产业的发展都持续的进行那透过教育，透过劳委会的人力培训，透过内政部跟他做一些社区组织来协助他们农委会的产业设施的来协助还有呢让他们恢复他们的建筑文化让他们来装修原住民的文化族群生活的心灵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工程考量到以人民生活文化的和谐保存的理念呢来进行这些家园的重建。我们可以看到新建的家园非常的漂亮这个是李纳里总统到那边说他是普罗旺斯结果就引起轩然大波其实他这真的是很美，在这个地方一个高地里面呢可以看到夕阳可以看到非常的平静非常平静，在那边生活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也不怕，现在已经不怕洪水，因为它气温比较高，它也不怕土石流，因为旁边没有土石流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点这是新次农场的盖起来，小孩子在这边，原住民他们非常的快乐，已经在那边定居下来这个好像是嘉义的赤子角、鹿子角，很多人从嘉义要去阿里山，经过这边的时候，会看到这么好、这么漂亮的房屋，人家就下车来问：这种别墅有人要卖吗？政府有没有在卖啊？没有人卖，为什么？因为这是没有无价的送给受灾的居民使用的没有收取任何费用赠送给居民使用，整个社区里面的公共设施政府盖，这个房屋呢是由慈善团体捐赠盖给他们，赠送给他们这个社区呢非常的漂亮学校有这些学校这是慈济盖的这个永久屋绿色永续下来，我们也把永续工程引进来那这个台积电呢也捐赠了那么在这里面呢也有电力系统能源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用这个利用这个太阳能光电发电系统都引进来了明基友达这个帮忙盖太武国小
那这些工程呢，都导入了一些绿能设备，比如说太火小的太阳能发电，啊，整个上校园里面呢，这个发电出来可以大部分呢都能够 cover 他们的用电量，啊，嘉南国小的太阳能发电，以及民权国小的电力发电系统呢，都可以帮助他们节约能源。所以重建工程的重要指标呢，就是要快速，啊，要尊重自然，尊重保育，啊，还有尊重居民与人民沟通，啊，尊重部落文化，那么整个要求创新，结合民间的力量，建构一个勇气彩虹的家园，啊。我们最近看到一片影片，啊，看见台湾新未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土，有这么多的不当的开发与破坏，我们的民间的投资，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公共工程，这样的没有考虑到一些国土保育的方面，我们也感到非常的痛心。那我们的公共工程其实是很早以前就非常的重视这个勇气工程的理念，啊，然后所以看见新台湾这一部片子开播以来，我们除了过去已经在进行中的国土保育方面呢，更在行政院成立一个行政院国土保育小组，那么主要的会强化土石的管理，强化敏感地区的开发管理，强化海岸及坡地的利用管理，环境品质的管理，以及呢加强执法一些违法违建，啊，会加强管理。那目前执行中的重大工程，啊，有哪些？我们目前在进行中的要带领台湾走向更发展，啊，那个经济活络的一些重大建设，也来跟各位报告。我们东部的开发，东部的运输能量，台九线，台九线苏花公路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道路，每年的台风啊，一定会有土石流，一定会有，啊，大部分啊都会有，断这个路段啊，那不幸的时候啊，会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生命的安全，啊，所以这一段的改善呢，变成一个非常的重要，分成三段来进行九个标案，那么100年开始执行呢，总经费492亿元。会预定在106年要通车，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应用隧道，有8座隧道，应用桥梁，有11座桥，桥梁的建设比较能够符合环境生态保育，因为它不会阻隔一个地域，它所有动物生物会从桥梁底下穿过，啊，那平面道路仅是6.5公里，所以我可以从这边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花东公路的运输的重建的新建的重建整建也是符合勇气公共工程的理念，啊，尽量减少生态生物破坏来符合环境，啊，那么做到不会再破坏延长使用年限，啊，就是生态勇气工程的说法，啊，那整个改善计划呢重视的是生态环保，哦，强调工程自然友善的设计，执行期间呢，我们还做碳排放量的管理，也就是说每一部机器花了多少油，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哦，都会做这样的研究报告，然后来做监测，环境监测，哦，这是一个新工程的手法。现在执行的这个部分呢，就刚刚所报告的，哦，分成9标来进行，哦，那么整个道路排放管理的构想，哦，在花东这个部分呢，也是刚刚我一开始有报告过了，怎么样计算排碳量，哦，那么来统计来归纳来整理，哦，那么最后呢也会提出一个整体的报告，那么作为下一个工程的参考。未来，
提供能这个花东铁公路啊，能够提供民众往返北区的一条长期哈、不会再损坏的道路啊、那我们这个工程呢、注重永续工程的价值与环境的保育，也符合总统行政院吴副总统行政院的模范工程啊、符合国土保育这个空间的一个发展策略，把台东部分也能够纳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策略里面来，国化苏花公路，对于既有的苏花公路在国化成为一个景观啊、廊道慢活的公路，那么快速公路就给它走这个新的这个花东这些公路来走啊、便捷的交通啊，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的趋向，就是比如说北中南的捷运啊、还有推动北中南都市铁路的立体化以及捷运化，推动东部铁路的电气化啊、双轨化，还有台铁支线的改建，整合高快速公路的系统啊、那么推动绿色人本运输，加强离岛交通建设，经费投资的这个1,193,000,000这个1亿元，这个建成全岛交通网，就是有78项的子计划啊，这个非常的细啊哈。然后譬如说举例来讲啊，这个现在的捷运线已经通车了啊，五股杨梅已经通车了啊，那个南港专线已经完成啊，已经有改善的效益。那么未来的愿景呢，就是用中横交错的密集的高快速路网，提供更便捷快速可靠的产销网路，作为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石啊，那建立安全可靠的铁公路系统，并排除瓶颈，整体提升运输的服务啊，提升运输的安全啊，发展观光离岛以及的这些产业啊。另外都市更新也非常重要啊，以工业区老旧工业区的更新啊，能够健全都市的机能啊，让整个产业营造产业呢活络起来啊，营建产业活络，再造旧工业区以及加工出口区啊，引导这个关联产业的聚集啊，还有这个高铁站区的开发啊，带动地区的发展，还有都市更新工业区及加工出口区以及高铁站区发展的这个目标啊，总建设经费大概有8,848亿元啊，这些计划的内容，譬如说都市更新有选定30处，那么都市更新计划啊，辅导民间的都市更新计划，还有推动这个住户自己的更新，强化呢花东这个发展核心的机能啊，工业区还有高铁五个站区的开发，高铁新市站啊的开发啊增设，所以都市更新呢就是用一个基地的开发，用一个基地的开发，那么呢来促进一个区域的开发啊，或是呢整个地域的开发呢整合起来呢，形成一个整体的带动整体的开发啊，由投资型的开发呢可以化转型推进到社区自治型的开发，让我们国内的整个都市呢更为更新啊，活络啊，经济发展啊，未来的愿景呢，我们希望呢，振兴经济活力出产，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改善生活的品质，啊，那对于闲置的这个利用呢，再利用啊，那么由内政部营建署以及呢，这个中央各机关呢，全力的来推动，啊，那么透过加工出口区的开发哈、那么将闲置的这些土地呢，加以有效的利用。另外呢，优质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污水下水道建设计划。那么污水下水道建设计划，我们可以由过去98年的普及率呢，我
们现在已经达到103年的35.77%、哦、那么污水处理率呢也由过去的 46% 到现在的 64.多%、哦、可以说一个污水的处理啊是一个生活的水准的指标、哦、有些落后的国家呢他们是不会注重这个，那我们过去在整个公共建设里面呢也比较没有注重这块，那么从98年呢以来啊，我们就政府呢全力在推动这个污水下水道建设，那么污水下水道建设呢可以说是地底下的建设，那么一般呢、如果是政治形态高的这个所长他是不愿意推，因为看不到建设、哦、那么大家都喜欢推公路建设看得到、哦、其实污水下水道系统是我们、这个生活水准的指标啦、哦、好，这是我们的每年要提升这个3%的目标、哦、所以目前加重的呢就是加速办理用户的接管、哦、一定要把用户的这个污水呢接到污水系统里面去处理，不要再排放到我们的河川排放到我们的水沟里面去、哦、然后接下来一个重点呢就是水资源的再利用、哦、要把它回收利用，那这些回收利用在新加坡已经做得很好，那我们国内呢还在进行中、哦所以这些水可以给这个供应高产能高用水量的这些高产值的园区啊工业园区来应用啊另外再推动污泥减量啊回收再利用啊那水库的容器经营啊怎么样治理水库，我们的水库啊因为台湾的山陡峻，那漂流了下来的沙石淤积非常的严重，所以库容呢渐渐的变小，所以目前呢我们也非常的忧心，因为这个水的资源呢如果库我们每年山上堆积下来淤沙的状况呢远远大于我们输进的量，我们输进的量呢赶不上淤积、哦、所以目前呢我们也在政府积极的来建立永久输沙河道、哦、来保护这些水库，改善、哦、这些水库的营运的功能、哦、好，那这个目前呢我们也政府也编列了一笔预算、哦、办理增温水库南化水库乌山头水库的一个助理计划、哦、这些助理计划呢来确保我们这几个水库的永续经营、哦、那整个石门水库也进行了好几年的排沙清淤、哦、这些工作希望能够延寿、哦哦、这就是我们永续公共工程的理念、哦、这是增温水库的助理、哦、以非工程的所在为止呢最重要的山坡地的助理、哦、保育集水区的这个环境、哦、以及减少泥沙的淤量、哦、持续来办理疏浚及黄沙坝的清淤、哦、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个水库的治理呢未来呢希望能够改善设施、哦、增建这个防淤的设备、哦、增加水资源的利用、哦通过这样的一个增建防淤的设施呢可延长水库寿命21年，我们来延长使用、哦、那在今年这一座这个防淤设备的工程也得到今年昨天刚刚颁奖的金质奖。好、哦，那未来呢要利用这些水量呢调度备援系统来增加供应补充民众的用水、哦、那在高那浊度高的时候枯水期的时候也能够用这种备援系统来支援民生用水。那地层下陷区域的国土富裕、哦、也非常的重要、哦、引领南部地区的整个地区也正在目前也是行政院
极力推动的一个治水地区啊，防治这个地层下陷啊，这个改善啊，改善这个地层，尤其啊，盐漳地区影响到我们的高铁每年下降的程度呢，非常的严重。那高铁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内不可或缺的南北动脉啊，所以一定要减缓盐漳地区的这个地层下陷，所以大家呢努力的做一些治水，比如说农业改善啊，这个农业抽水的风景啊，黄金南道就是地高铁的两侧啊，增加一些不抽水的植栽啊等等这些产业的调整。引领南部沿海地区的下限那。